旅行遇见新自己，幸福台湾小编思源为你现场来看看都是小白沙团的邮局，所以马祖这边休息，预计在下午2点的时候会转进去。正前方可以看到白沙屯火车站，全台湾2300万人今天在聚集在这边的，哇！太厉害了啊！哇！刚刚轻松戏剧团，刚刚这边都没有什么人。早上的时候8点，然后呢，现在是10点50分，10点50分，旅行一件事情，幸福台湾，来看一下，所有的人潮满满的。正前方可以看到妈祖的平轿，大妈、二妈，还有千里眼顺风耳。